茫茫天空，山谷瀑布，森林中的花草树木一览无遗，画出了心中那一道门槛，可踏之地即正一个脚掌的距离，接着便是万古深渊。深深吸一口气，倒数三、二、一，跳。那是我此生最厌恶的失重感，不让你有任何心理准备，马上就到。第一次的自由落体，反弹回去，再次自由落体，再反弹。都说绝处逢生，这一跳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你内心深藏的恐惧却被治愈了，实实在在的救了自己一把。生命的尽头，不顾得其他，只剩下勇气、爱以及单纯对活着的渴望。但你总会奢侈的想抓住这世间最后一件你有能力做的事，活在当下，而这也是生命的唯一解。